好，我哋請我哋同事準備好咧嗰啲字先。咁陣間好簡單嘅呢個形式，咁我哋咧就會有四個唔同嘅飛鏢喺度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哋陣間就大家見到咧側邊有個波波嘅咁樣。咁我哋咧陣間咧，我哋數一二三嘅時候咧，我哋將啲波波吉曬佢，係啦，吉曬佢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見到咧今日我哋嘅大會主題嘅活動。咁呢塊板咧，嚟緊就跟住我哋成個月咧一齊去做噶啦。好。而我哋今次嘅活動咧，其實我哋都係有一個嘅簡單嘅 slogan 嘅，就係唔起來流汗吧。咁希望大家真係一齊流下汗，動起來啦。OK， 好，我哋數三聲咧，我哋就開始可以去篤個波波啦。準備，一、二、三，篤波波啦！跟住落嚟咧，唔好講咁多嘢住，我哋聽下歌仔先。多謝嚟嚟咧，我哋有個小小嘅唱歌時間，交俾你啦。好，喺度咧送一隻我自己好喜歡嘅歌俾大家。呢隻歌咧叫做《如果看見明天》，希望咧大家聽完呢隻歌之後咧，可以活好我哋今天，我哋大家都見到一個美好嘅明天，好嘛？祝福大家，送俾你哋《如果看見明天》。
Thank you。送俾大家。其實都幾 exceptional 嘅，咁啊當年咧我自己做歌手嘅時候啦，大家都知啦，歌手有好多起起跌跌噶嘛。咁我都曾經即係喺一段時間裏面咧，啊覺得都叫做風光過。咁但係我亦都係即曾經有一段時間啊，可能公司嘅問題啦、合約嘅問題咧，我都跌過。咁但係咧就正正咧喺我人生最黑暗啦，或者好低潮嘅時候咧，咁我就喺一個教會裏面。咁就有一個年青嘅年青人聚集嘅中心啦，文化嘅中心。不過裏面咧又見到幾部飛機嘅。咁啊，即係俗語有話啦，啊有時咧上天閂咗一道門，但係唔緊要嘅，你用心看一看咧，可能有扇窗俾咗你都唔定。但嗰時我望到到即係嗰個飛機啦，我就覺得哇，好似佢心窩有啲嘢好似呼喚緊我咁啊！我覺得內心好似感應到你嘅頻率咁。然後咧，我就即係走咗去買咗人生第一套飛鏢，就勇敢地作出第一次嘗試。咁啊，唔玩又自豪喎，玩咗咧我就發覺，哇！原來命中紅心嗰個感覺好興奮啦。呢個運動又可以同好多人一齊玩，亦都冇咩年齡啦、性別嘅限制。咁所以咧，我就愛上咗啦。所以其實係理解飛鏢，飛鏢都好難揀中喎。係啊，我都覺得有時可能係佢選擇咗我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有時你覺得人生可能行到棘棘地或者有啲低谷嘅時候。有時不妨即係打開你嘅雙眼，即係放開去望一望，亦都即係放膽做一啲新嘅嘗試。咁可能你嘅生命有啲新嘅轉機或者逆轉咧，會喺嗰個 moment 嗰開始咯。都係嘅，其實咧每一次結婚飛機嘅時候，其實你講緊好多嘅配合噶嘛。其實你個瞄準度啦，你嘅個心態好正啦，嗰個 angle 點樣去頂咧，其實都有好多學問嘅。係啊，你講嘅同埋有啲咩樂趣啊？即係你覺得最大嘅挑戰係邊個感覺？最大的挑戰呢，其實偶爾去中一兩次紅心咧，好容易嘅。咁但係咧，持續地命中咧，就需要好多堅持，好多嘅練習，亦都面對好多失敗。咁我哋 train up 嘅，除咗係我哋眼手嘅協調之外，我望到嗰個位置，我要掟咗嗰個位置之外，更加重要嘅係一個心理質素嘅，係啊，同埋你去面對失敗 recovery 嘅能力咯。你知道飛鏢咧，冇人會中曬嘅，放心。就算你一陣行過試。我 miss 咗唔中喎，嗱唔係代表你唔叻啊，但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微調，下一次可以更加即係準確，或者下次可以更加近個紅心，已經係一個成就。即係要喺嗰個過程裏面咧，不斷去 motivate 自己啦，直到咧你可以掌握到個紅心嘅時候咧，即係喺比賽嘅時候，可能又會有其他嘢影響到你嘅心理質素。即係佢係一個不斷成長嘅過程，不斷克服挫敗嘅過程，但係咧你會揾到好多嘅樂趣，因為咧命中紅心嗰個感覺，你一陣可以去試下。真係好嗨 i g h 嘅，陣間記住跟住 Kathy 去試，因為陣間佢會喺度留一陣，同大家一齊 cross over。係啊，嗰邊咧我哋都有 set 咗幾個飛鏢靶，你都可以過去試嘅，咁啊今日俾大家體驗一下咯。如果有問題都可以問我㗎，係啊，問題啊，係啊，係啊，我哋可以一齊學習啊！呢個運動好容易入門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可以即刻學就即刻識㗎啦。所以頭先都幾得意，我聽到就係咧掟飛鏢咧，其實都係要處理心情，先至再處理個飛鏢。都係啊，其實好多。運動都係即係作為運動員啦，我自己覺得身體嘅質素比個技巧係有時留得更加重要啦。咁亦都即係我覺得呢個運動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好咧，就係可以讓到兩代都一齊同行。點解咧？因為可能有時咧，你同上一輩大家個體能相差太大，可能比較難一齊打波啊，或者我游水我都追唔到㗎啦。但係咧，飛鏢好得意喎。我哋可以拎住同一支飛鏢，佢唔係一個體能好主導性嘅運動。咁變咗咧，我哋你可能教咗爹哋媽咪玩之後，原來佢可以同你一齊去比賽喎。咁甚至咧，我曾經教過一啲老人班啊，即係一啲長者掟飛鏢。當佢哋掌握到或者掟中個紅心嘅時候咧，好興奮，即刻埋去影相，就點樣 send 俾個孫。係啊，哇！我得咗啦，咁樣咁我就阿孫，我得咗啦。係啊，咁我就覺得嗰刻好窩心喎。原來少少嘅一支飛鏢咧，都聯繫咗幾代之間嘅感情啦，係啊。
真係幾好喎、啊！呢、這、一個運動嚇、啊，即係即刻三檔都可以一齊玩啊！陣間記住去試下。咁我哋咧本身我哋呢一個單位啦嚇、啊，即係教育家庭支援服務咧，其實我哋本身咧喺疫情底下咧都捱過咗一個困難嘅時候，即係好大嘅挑戰啊咁樣。咁其實啦，我哋當中咧就有我哋嘅總務主任啦，係啦，郭兆陽先生啦，係啦。咁或者你又分享一下，即係喺即係服務裡面都有唔少嘅挑戰咧。咁呢個過程度嚇、啊，我哋有啲咩發生咗咧咁？我想我們很多家長呢我見現場呢有這個是我們老街坊啦，其實呢在個疫情過去兩年呢大家都開頭可以很多時間見到小朋友很享受的，其實很難得哇見到爸爸媽媽好開心、一個月兩個月之後開始變了忍受了一些東西，我想我們是真的很現實地這麼長的時間，那時候我們街都不敢出來，街坊跟我們說，因為如果出街的話小朋友的手仔會怎樣周圍摸的時候呢，其實他回到來的衛生做得不好，如果我們一家人免疫的話我們真的手停口停，所以那時候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還有那些家長都告訴我學生、他們在停課期間、他們要變成網課啦，網課那就用手機啦，用平板啦，是不是、開始大家都很不熟悉，去到後面就出神入化得很厲害，但是有個過程就是機不離手，是不是那就罵不停口了，可能下一步就是，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家庭壓力，其實真的很實在地是令到家長苦不堪言，甚至乎因為學校的那個時間短了，我們都見到我們服務的一些學校他們在復課之後，其實那些學生未是很適應過團體生活的，有年紀兩年，所以尤其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一些我們叫 SEM 或者特別需要的學童的家長，我本身自己是的，所以我那時候有一個很擔心就是什麼呢，學校會打電話來，即當學校打電話來的時候哇有些不祥之兆，心跳加速血壓上升，不知自己血壓多少可以機會檢查，但是真的經常很提心吊膽，怕收到學校電話認得那幾個號碼了，已經其實因為特別需要學童的家長呢，有時候小朋友呢他們比較難適應一些那些的課堂，或者需要做過熱化的照顧，但是學校很多時候不能夠照顧那麼多，又沒有那些課餘班組，我知道很多我們自己的小朋友呢都停了課活動，以前學得很好地，去到去年呢我們開始我們的課託就真的很大的服務需求，因為我們真的在疫情期間我們沒有停低過，我們的 學生一路去回來的時候呢有一個地方可以適應個班組的生活，還有跟其他小朋友有互動，自律的規矩都在裡面慢慢去學習，在這個剛剛的暑假很好，我知道很多家長都帶了小朋友來去跟我們參加國暑託，我們有一些不同的運動，我們有花式跳繩，有一些手工藝班組，其實都透過這些運動一路去給小朋友有他發揮的地方，還有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理論，有些小朋友的手仔如果不動其實他的腦袋就會緩慢下來，有沒有聽過，我們經常很想他做功課，很想他專心，但其實呢原來他的手一停了呢，有些我們見到珠心算的細節為什麼這麼厲害呢，原來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們今次呢都覺得呢我們其實啲運動我們希望要幫助小朋友，還有呢我更加鼓勵我自己呢都是一個不懂運動一個運動我叫白痴的人，你都叫白痴的白痴阿郭Sir，我真的很興趣的，即如果我有機會給你看我的身材多得幾是知道損曬，我的嘅協調是很差的，但是呢家長不用擔心，好像剛才 Kevin 所說的，我們很多運動其實是很適合家長，所以我自己都是身體力行呢跟我小孩一起去玩去一起去學，咁呢個咧兩代三代一齊玩咧係最緊要，所以呢個咧我哋暑假去到而家咧去到今天咧，我哋好希望呢樣嘢可以幫到啲小朋友。我想問下咧，你冇經驗過小朋友一齊玩飛鏢呢件事㗎？有啊，其實咧佢哋好單純嘅，即係佢哋覺得咧，我做到個飛鏢板咧已經好開心。咁你唔好睇小佢哋喎，即係有時候你覺得啊大人先可以掟飛鏢，咁原來咧其實歐洲啦好多學校咧都會用飛鏢用嚟做一個數學嘅教程，甚至咧日本咧有啲飛鏢嘅比賽可能會好年齡限制嘅，你會見到一個小朋友同一個大人喺度競技緊，佢哋掟緊同一個距離同一個高度，但係最贏嗰個係個小朋友，因為有時候嘅高度唔係嗰個嘅，即係我覺得係唔係嗰個體能去決定飛鏢嘅勝負。很多時候就是技巧以及心理質素，有時候大人的心理質素分分鐘是不及小朋友的，勝負快樂都是因為他們比較單純一點，是啊，或者不懂得緊張，正所謂初心知道不畏苦，對了一些大的
即場面，可能咧個小朋友反而好放鬆，咁但係大人有啲緊張都要諗下㗎。有時我有一個競技心理質素咧，又喺呢個呢方面係體現到。喂，分分鐘個小朋友咧，可能佔優都唔定，咁我真係好享受同小朋友一齊掟飛鏢，咁覺得係你當佢掌握咗個技巧之後咧，其實佢都可以同大人一樣一樣咁叻嘅，係啊。總監，我想問一下，你聽咗咁多嘢啦，咁嚟緊我哋嘅服務有啲咩可以嚟招領啲街坊咧？係啊，好好啊，咁啊咧都多謝今日啦 ，Cathy 成為我哋呢個計劃大使嘅時候咧，其實都宣傳緊一個運動正向嘅運動。咁其實咧真係嘅，喺個疫情底下咧，我哋就可能啦冇辦法去出去啦，因為要嗰個社交嘅距離。但係都隨住嗰個嘅疫情咧緩慢咗之後咧，咁我哋愛神咧就好想咧有個諗法，就其實咧我哋做咗一啲嘅研究咧，睇到啲數據咧，其實原來運動動咧唔單止係適合各個嘅年紀，特別咧係對於一啲咧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所謂嘅 SEND student 好好嘅喎。咁我哋咧就想咧睇下啦嚇，能夠咧可以咧揾一啲唔同嘅項目幫到我哋一啲咧。ADHD 的小朋友，咁我哋咧都配合咧，即係唔係話淨係我哋話認為 OK 啊成效啊係可以噶嘛？咁我哋咧都希望咧可以配合埋咧香港大學，真係咧可以做到一年嘅一個嘅長遠嘅追蹤嘅研究，希望咧會唔會能夠可以幫到我哋嘅家長啦、小朋友啦，就算有幾方面嘅，原來發現咧佢自我效能感咧應該係會有所提升啦。同樣地，佢會唔會喺控制自己一啲嘅執行能力上面亦都會好啲？同樣啦，當然專注力咧，呢、這個咧對於咧 ADHD 嘅小朋友咧係好需要。咁佢等佢放下電，能唔能夠可以喺呢幾方面，如果都能夠好嘅話咧，做到一個成效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再繼續咧去推廣啦，甚至咧可以喺業界啦、老師界啦、教育界啦，可以宣傳多啲，以至到咧希望咧可以咧幫到咧我哋更加多嘅小朋友。好期待，同埋下年四十週年啊！係啊，所以嚟緊有好多 event 可以發生，我都期待可以再同 Cathy 啦、飛鳥總會啦一齊、飛鳥聯合總會啦一齊合作啦。我一定會大力支持你哋。謝謝你，多謝曬，多謝曬 Cathy 兩位。跟住過嚟咧，我哋 before 請大家休息之前，我哋有個大合照嘅時間。冇錯。係啦，好，思思都能交俾你安排。好，咁我哋咧請翻社會福利處社會工作主任新會區嘅代表梁瑞寶女士，係啦。上翻上台啦，同埋我哋嘅培恩幼兒學校嘅校長係啦。點解我哋加班？我哋喺度係啦，係啦，唔使等㗎。係啦，頭先攞咗感謝狀嘅嘉賓係啦，等你哋都上台，我哋一齊影一張相啊！全組夾曬。Starless 考你個。係 Zombie Fashion。出嚟好師弟啊！就係聲隊，走緊走緊，好年輕的係需要鼓勵嘅。佢哋有本錢，叔叔個錢啊！好，我哋望住前面，望住鏡頭，好準備，一、二、三。係你笑唔笑都睇唔到噶啦，而家你隻眼笑啦。笑啦，我哋隻眼笑。我哋眼睛笑啦，一、二、三。係喎，有啲有手勢啊，呢個小朋友叻。好，我哋最後一張下，準備，一、二、三。仲有後面嘅攝影師啊，好，我哋嚟一張，嚟一張啊，準備 ，OK， 好，係啦，有心心手啦，有讚好嘅手啦，仲有啲咩手啊？啊，仲有 V 啦，有冇啊？好，唔該曬，好，最後一張，喺後面最後嘅，最後最後，最後啊，最後一張，最後一張。OK， 好，唔該曬，多謝曬，掌聲就我哋今日所有嘅支持單位，多謝曬，好，多謝曬梁宇欣，多謝各位嘉賓，多謝各位嘉賓。